吃饭。立院司法委员会前一天讨论宪法诉讼法，吴思瑶多次呼吁召开公听会，罗志强却只顾拿起手机，说是自拍，但看看手机镜头画面，手机对着我，他粉丝也很多，不要对着我，不想被这样拍，我在自拍啊，比较紧张。不过吴思瑶制止，罗志强把手机就对着吴思瑶，还谎称在自拍。左边的翁小玲更是笑开怀，帮腔说罗志强粉丝多。右边的林思明嘴角上扬，同样笑不停。事隔一天，吴思瑶火力全开，政治痴汉罗志强这么严肃的法案讨论，罗志强居然是用这种嘻嘻哈哈的心情来面对吗？有这种国会议员，无怪乎外界一直认为这一届的立法院的素质之低哦。怒批罗志强不顾他人意愿进行拍摄，就是政治痴汉。林淑英也回顾，早在2020年，罗志强还要罢免吴思瑶，就在脸书称骂我政治痴汉、选举狂、跟骚，我不在乎。不是因为你是立法委员，你在议场内就享有可以偷拍女立委这种政治跟骚的行为。如果说民进党对这个有意见的话，可以去修改立法院内规哈，就是改回哈，所谓的秘密开会哈，不准直播。拍我是不会去说他是政治痴女。罗志强认了，并非自拍，但以直播为名违反他人意愿拍摄，恐怕也被视为不良示范。三顺周志学生 S 小组台北采访报道。